姐，其实点亮。没有。我快无聊死了，直播间这一周连个人都没有，愁死我了呀！妈的，我贴了个壁纸，全是假的，你看还露着地板呢。你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9:30醒的，然后差不多10点开始做的，一个小时连10个人都没有。谢谢冷风风的指点。没了。
真没浪漫。可以翻车的，知道吗？冲出亚洲，谢谢亚洲点亮。我不吐舌头。今天有个活动，好像是100块钱可以刮一次奖，可以翻倍。不要，好的，不要，那就不要。欢迎我爱。不去，就不去。